Yugosan. Cantik ini. Wah, Pyolyang titipang. Wah, anakku setahun Pyolyang. Wow. Wah, bunga cemaranya cantik ini. Ini daerah Tonglo, Yugosan. Jalan-jalan di hari Selasa.没有，还没出来，还是要削的。它里面还没出来。这个不可能会长大，长大它就变成熟的。那你上次那个怎么吃？里面要打开敲个个月再那个。对啊，那怎么吃？不是里面还没打，等两三个礼拜哈，可以摘。不是啦，里面打开呀。打开对呀，然后呢？那个里面有一只一只，这跟饭啊，跟他们也好吃。 哇，还要再煮吗？没有买什么，这边没有要买什么，哦，要煮吗？有煮吗？我用三三三的好吃。就这样子生生的吃啊？里面，因为他们阿公卤阿公以前买在这里买东西哈，油花蘸吗？对呀。我又以前回来这里买那个什么那个花生，那个饭的那个面店的那个黄板，哦，那个饭板啊，白板啊。 然后那个地瓜的那个茶的，这边空气很好哈、哦。你们地方是空气很好，但是你们家没有朋友，哎，没有隔壁哈，很严呢。以前很多啊，不是啊，不，以前晚上都他看回去家里，现在我很感慨的说。 他跟我说以前的晚上都才回来，现在嘛不干了，说都要不用了，现在没有人这样子，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很多人，像老阿婆这样，像有外人老人家那很多钱啊，这样子啊。 这边很漂亮啊，看到那里。有时候看到大哥都很可怜哈，大哥像没有老婆一个人，山上发呆。